先打 P 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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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推，手刹车拉起来，手刹车拉起来啦，手刹车拉起来，你不要动哦，加油！那我们罗东分局哦，成功派出所的员警哦，在今天上午哦九时许哦，在丹福哦巡逻勤务的时候，在我们辖内罗东镇纯金路与中山路口发现一部哦可疑的自小客车。那经查，该车哦是一名游姓女子的通缉犯所驾驶的车辆。那我们警方上前拦查时哦，有显哦不愿意配合盘查，那即驾驶这个自小客车哦冲撞我们警方的车辆哦，然后逃逸。那我们执勤的员警哦，为了防止哦其造成警方及路上人民哦生命财产的危害，立即依哦警械使用条例之规定，对哦非人的致命部位哦，他的车辆左前轮哦射击一枪，哦那该车哦无视警方哦警告之后，仍然哦逃逸哦。那我们罗东分局哦立即组成专案小组，经调阅现场的监视器以及游嫌逃逸沿途的路线的监视器及相关资料后，锁定犯嫌的藏匿处所，在案发哦两小时内火速查缉游嫌到案，全案哦依妨碍公务、毒品通缉哦等罪哦来侦办。那我们罗东分局哦呼吁哦心存歹念的不法人士哦，切勿哦心存侥幸，挑战政府的公权力，针对任何不法，警方必担全力查缉，就责到底，来确保民众的安全及福祉。